原住民的移民啦啦队为今年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拉开序幕，紧接着当地的学校也带来各式表演，热情洋溢。南投县长林明真则是率领吉祥物酷比熊造型气球队伍进场，热闹非凡。规划的种类啊，大概有18种的种类啊，根据原住民的传统的哈，记忆竞赛。 还有他们的传统的哈，一种活动啊，都有都把它归纳进去。总统马英九、行政院长毛治国也特地穿着原住民服饰出席，用16族问候语向各族致意。第一个是周族，阿比欧尤语，阿比欧语。第二个是赛夏族，周米扎海，周米扎海。第三个是赛德克族，马路。 为了呈现原汁原味的原住民族运动会，原住民传统的岛米庄，还有难得一见的狼烟引圣火搭配烟火秀，都希望接下来的运动赛事圆满成功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